边，然后我要集中到大家，然后我就上我在走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正常走路？来来来，我教你，来你过来，你走过去你就正常上到位置就可以做，你会到位置啊，到位了，对啊，就是我想说第一个就吴雅晴刚从澳门行回来，我现在又回到球场了。今天是阿咪趴的第二天，来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阿咪趴要叫阿咪趴。阿咪趴呢，其实就是致敬军人节，阿咪就是军队、部队、兵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直接翻 Army 阿咪，所以才叫阿咪趴。那今天呢是第二天，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因为英语联赛，所以很可惜没能打。但今天看这个天气，哇！晴空万里，没有乌云，相信今天一定可以顺利开打。而且呢，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，就是呢，林子伟要上场了。今年的阿咪球衣，而且这一次背后还有名字哦。但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是用英文，我的是 Sunny。OK， 因为时间关系呢，刚刚先带乐天女孩练舞，因为今天我们有开场舞，今天是林子伟的初登。也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林子伟。林子伟呢是原住民哦，他是布农族，而且他曾经打过美国大联盟。他之前是在美国职棒波士顿红袜队以及纽约大都会小联盟，还有独立联盟长岛鸭效力。那今天2023年的8月19号就是他初登场了。他之前在 IBAF 也获得最佳青棒球员，在2010年的世界青棒锦标赛夺下最有价值球员，还有打击王、得分王以及最佳守备奖。只如此，他是继郭宏志、胡金龙后第三位在大联盟打出全垒打的台湾球员。讲完就更期待了，期待他今天赶快上场。欢迎收看陆小晴的频道，哈哈哈！今天是若彤勇夺了陆小晴的频道，对，因为我不小心按到录影。他们现在要拍林子伟的应援曲的官方版本，然后就继续，然后你们就散开。对，所以在舞下的时候，然后我突然被要求来当摄影师，这一段记得要剪进去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等待女孩场外活动结束，然后等等就要开场表演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，有收到很多很多的球迷粉丝就问我说，林子伟的应援编了没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疯狂的问我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已经编好了，你们今天到球场就看到了林子伟初登版应援曲。而且最有趣的是，当时在编林子伟应援曲的时候，他人就在我旁边，我在那边跳，然后他就在那边做重训，这样就边跳边笑。我就想说，这样有没有应援到？有没有？他就一边笑一边做重训，就真的还蛮有趣的。上，林子伟，大家一起为林子伟加油！来，我来跟大家讲，我们的队长在干嘛？队长，你在干嘛呢？在整理这些水上用品。你知道吗，我们队长是雨神之一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如果哪天需要的时候就会给大家拿出来。希望这两天不要需要，因为已经演第三天了。对，但是如果说万一真的是不幸的话，还是可以拿出来玩。我在基隆买很远好辛苦了。好了，我们上上台啦。今天的 MC 是木岩。好期待今天林子伟上场，他今天是打第六。我刚刚介绍他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全场的那个欢呼声真的是比以往都还要大声。哇，好期待哦！我觉得他本人压力应该蛮大的，应该是紧张。Okay, 要紧张，我们帮你加油。没错。这边只差两分，再见。
现在是满垒，我们现在是满垒哦，陈静加油，没错。包包也太，蓝静雯，你看啊，我的白包，你的白包，好脏，你的白包，好脏，好脏哦，怎么办呢？你白包啦，蓝静雯的白包，变红包了，包给你啊，一张包，张张包，来哦，雨停了，我们现在又上来了。Let's go!
可以放大，不能放大啊！不能放大啊！不行！干巴爹，快停！嗯 ，My God， 说时迟那时快，现在是8-2，他们轰了一个全垒打。紧张不要紧张哦，现在有9局哎 ，No worry。今天下成这样吧，虽然现在是分数落后的男女，就是比较沮丧，而且刚刚还没打完哦。刚刚那个林子伟有得1分。
区啊。你大流汗吗？你这大流汗，你那个背，天哪，哇，认真的汗水。他看四分要追，对，四分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有信心，但是手很酸。我努力，我努力，很好，加油，我们要好好的应援起来。就是按摩，按摩，耶。来分享一下，今天是林子的初登场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跳林子的新的应援曲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很喜欢的，而且我觉得很有气势，感觉球迷们也很喜欢，因为他们都会一起喊，炸炸炸炸，对，气势在，对，非常有气势，而且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明天手脚会酸吧，加那个应援也很酸，对，没错，但是跳很爽，瘦手臂，很爽，很爽，很爽，想瘦身的来桃园棒球唱，对，没错。来来来，九下，我们还有机会的，加油！结束了，很可惜今天没能拿下胜利，但是没有关系。那这一次呢，也很荣幸可以编到林子伟的应援。其实当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是还蛮兴奋的，就我要编林子伟的应援了。但是我同时又会很紧张，说很怕自己编不好。还好就是目前女孩们都还蛮喜欢的，虽然跳久真的是蛮累的，但是我这一次在编创呢，是特别有把它的力道跟它是原住民的一些元素加进去，让这一支应援舞看起来更有气息。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支新应援，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